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上网收 email 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可爱的爱心大头贴，结果呢他收到之后把它打开，竟然是中毒了。但是他在雅虎信箱里面收的时候呢，信箱是表示没有中毒，所以他才把它打开，结果呢整颗硬碟挂掉都不能开机，真的是非常可怜。我是提醒大家，真的来路不明的信件还是不要乱打开会比较好。另外呢，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的粉丝总共已经突破500人咯，真的非常开心大家这么支持我们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一点鼓励哦。